快点。然后老师，我们准备一下这个苏倩老师的视觉和灯光，谢谢。好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所以我只能站着。天气的压抑，拥抱我自在的心情，起毛球的犹豫，不该藏在心的下一句，就像浅红色的唇印，留下无限想象的美丽，迷人的嘴角像签名，对全世界邀请，这是我们首次见面礼。众所瞩目是焦点，世上永远无极限，微笑不光每一面就像星光最耀眼，不用和谁比较，不为谁去改变，我就是无法归类 on my way。 To me， 看我超越自我，看我自信驾驭，各种角色只要我开心，优雅的疯狂也美丽，像带电的甜蜜，爱是风暴席卷你的心，来一点缤纷的创意，改掉灰色天气的压抑，拥抱我自在的心情，寂寞球的犹豫，不该藏在心的下一季，就像鲜红色的唇印，留下无限想象的美丽，迷人的嘴角像签名，对全世界邀请，这是我们首次见面礼。众所瞩目是焦点，世上永远无极限，微笑不光每一面就像星光最耀眼，不用和谁比较，不为谁去改变，我就是无法归类 on my way。 To me， 看我超越自我，看我自信驾驭，各种角色只要我开心，优雅的疯狂也美丽，像带电的甜蜜，爱是风暴席卷你的心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宋倩。首先要感谢腾讯视频星瓜大赏给我这一份荣誉，也是一份认可。以后不管是在演员还是在歌手这个身份上，我都会继续突破自己，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。2021年，希望我们大家都一切顺利，一起加油。